哎呀，对啊，因为它绑紧了啊。啊，没有，它有，它有。是不是在地上？哎，对，没有，它一个铁链。铁链吗？嗯。垂在地，那个。打在地基里面。这么大啊。哎，那个船所以可以固定，那个船要进去作业的。它。是因为那个船太大，所以它不能靠岸。不是，那个船那么小，因为它临时要靠岸。 但是又不能靠在码头旁边，因为码头是要作业的，它可能要等时间、等休息、等补给，或者是等货物。啊，它又不能开出去，它只能停在那两艘也是，就停在中间的那个都是，你看那个也是，扣卡在那边，我们待会去。 看看看啊！你真的想看扣卡啊？你真的想看扣卡啊？<笑>你看外面船很多哈、哦，啊，你看啊这个，啊这里就市区了。嗯，这边就市区啊，那个就八五大楼啊，市区。 七七开学一场，关了。七七开学一场，应该在那里。嗯嗯，还有开啊。有啊，从为什么没有？那个要坐船过去。嗯。啊？哦，白色那个对不对？音乐馆，音乐流行馆。待会我会带你去看，很漂亮哦。 那边有音乐，就是音乐，就是对啊，灯火，高场灯火姐就在那边表演的。啊？要从那边绕。哎，有连着，当然有连着，远视还好啦。 那对面那个房子有住人啊？啊？那个房子有住人？没有，那个是个岛啊，那七星都，那里面都有住人，为什么没有住人？对啊，要坐船过去。啊？啊？不会他，啊，那边有个过，嗯，那边有个过水道。对啊。那是个七星地区，啊，不是。
要做出来，然后啊，没有，有个过港隧道，我带你去，啊，有啊，都有啊，学校里面什么都有啊，叫奇迹。对面那个是奇迹，你说那是那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海。哦，奇迹是这样，奇迹的大小。奇异树。那个奇迹，那这个是进去那个就爱，那个是八五大，没有没有，这个还是这样进去是爱。哦，很好。然后八五大楼就那个。其实我们之前刚买的时候没有那些东西。我们不是开房卡的。在哪里？后面。这边就整个市区了。所以就是你买之前还没有过什么的，没有，那时候也没有这样子。那个就是，不是我们当。在这边。大，这里大，大吗？这是学校的。啊，轻轨。轻轨。我昨天在那。那个报道的后面那个就是，就是演成那种。那我们本来是还有一个房子，那一栋的隔壁，啊都没到，我打。有两个。房子在哪里？很远很远很远，我看不清。摩天轮。那个应该，但是没有去骑。看得到那位家。那位。哪里？对啊。开始。我是那位。走，你要这样走路，他要这样走路。你家那边好高。在哪里？哪边呢？九三，都是九三。没有在那边。啊？在那边？杜拜啊。在那边。不是啦，好了，走了走了。你去那边站着，我要录你。我本来就看到杜拜了。好，你去那边。杜拜。杜拜是台湾哦。杜拜在台湾哦，在台湾。啊，那我家在哪里啊？啊？啊，杜拜嘞？你有看到杜拜在哪里？哪里？那里黑黑的。黑黑的。黑黑的。很像杜拜。对啊。
实应该是为博尔遐来的了。对啊，遐办活动。遐办活动到一只计两天。有啊，因为这山所以会回呢。我咧去家船啊，家船啥物好去的？他是办货柜船，他甲板上面可以叠货柜，然后他的舱底，他的空间，舱内的空间可以放杂货，所以他是两用。办货柜船是另外一种专门载货柜的嘞，那种是叫全货柜，就是整个可以放货柜的，舱板跟舱底都可以。可是这样子看很小台，一般我看那个新竹外面看货柜船的很大台耶，全部都载货柜的。这种就半货柜啊，它载一半而已。一下换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它还可以去别的码头去载一些杂货。这天天气蛮不错的。这条很特别啊，因为它从大洋洲过来的。你怎么那么清楚？你以前在港口工作？没有耶。我喜欢拍船呢、啊。对啊，不然这样子看过去都是船而已啊，只是不想它是什么用途。有那渡轮就知道了啦，其他的就不那个是杂货船啊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杂货船。它上面没有东西，但是它杂货船一定会有那种悬背起重机。啊，那种也是杂货船、啊。我会拍它是因为它都去很小很小的港口，像斐济啊、萨摩亚，比较小的群岛那种，啊，因为它有自带吊车，所以它可以在他们的港口用船上的吊车去加东西。